上一集同林德信拍完呢个拖，又揾到爱巢，揾到楼，连婚纱相都影埋啦。所以导演话唔好俾佢停，要喺元朗食平西。咩嘅名声啊，老公？我好纯洁噶。你唔好乱谂嘢啦，系喺元朗食平嘅好东西。正所谓咧，一夜夫妻百二蚊。我而家就有百二蚊享受啦！哦，正啊，咁行啦！正啊，咁就百二蚊食尽元朗啦 ！Let's go！ 其实每人得百二蚊，真系可以食足一日。我讲完都有少少怀疑自己添。喺元朗真系得噶，其实元朗美食其实乜都有噶，有地道嘢食。有米芝蓮餐廳，仲係非常之平添。平嘅原因咧，係因為呢度個鋪租咧係比較低，所以好多鋪頭咧選擇喺度開鋪。哇哇哇！元朗嘅街坊已經好熟悉呢條街啦，呢度叫右新街，所有正嘢食都喺度啊！係啦，冇錯，尤其是喺呢一個位置，放工放學嘅時候係排曬長龍啦。我咧就特別買咗幾款呢度必買嘅小食。咩嚟噶？依个系叉烧酱烧猪颈肉 ，so juicy。仲有呢个著名嘅豆腐花，嗯，我请你食豆腐花噶，好滑啊！好似我啲皮肤咁滑啦。嗱，你睇下呢个咧就叫做。炸雞皮，但系應該有啲蜜糖咯。我見到上面好似有浸蜜糖咁樣。咁不如我哋分享呢啲小食，我哋 share 呢啲嘢俾大家啦。好，俾你啊。俾我啊嘛。係啊。嚟試下，可以試噶，梗係啦。可以試啊！哇，好脆啊！正唔正啊？好勁啊！嚇！好脆，好脆啊！好似我咁啊，卜卜脆啊個人。佢食唔食得噶？佢唔食得嘅。好味啊！好味啊！好啦好啦，到我出手带你继续食平西啦。不过我杜如峰出名嘴刁就系人都知噶啦，所以食得平都一定要有 taste 啊！食甜品，我听讲元朗最出名系咩 B 仔凉粉喎？咁点解你带我嚟呢度食嘅？人食我又食，咁咪唔型咯！我走上潮流尖端噶嘛！你冇睇呢个铺头细细，个厨曾经喺半岛做饼厨噶，呢啲咪叫做卧虎藏龙咯！哇！哇！烟雾弥漫啊！吃啊！嚟啦，唔好等啊！嗯 ，OK， 嗯，好滑啊，好甜啊，但又唔系太甜咯、啊。即系同我一样咯、啊。咁好食咯、啊。老细唔赶我走，我哋都赶要走啦。点解赶我走啊？因为我仲有好多地方要去啊。哦，系咩？系啊，行啦。食饱饱，系时候翻屋企唞下啦。正所谓食得招积，住得舒适。嚟元朗揾楼真系好适合噶，未拣定买边度，租住先都 OK 噶。反正今年大把新盘入伙。至于元朗嘅楼可以去到有几出色，即刻跟我嚟直击。你翻嚟啦！哇，你咁快换咗屋企衫嘅？系啊，屋企着呢啲衫噶。我知道。咦，食饱饭，不如上天台做啲情侣会做啲嘢。点解要上天台啊？呢度四房两厅又有露台，做乜都得啦。诶，唔好讲咁多嘢啦，上去啦。哇，呢、這个沙发好舒服，我唔想喐啊。Yeah！ 哇！好超啊，无敌山景啊，好靓啊，人杰地灵啊，咁你带我上嚟做咩啫？
你知嘅。真的不是很知道的。要做做 yoga。做 yoga。嗯，是啊，你准备好没啊？有没有情侣 yoga？ 有。那我就准备好了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Alex 林德信，今天呢上来这个天台呢就会教你大家怎样做双人瑜伽 Partner Yoga。 那呢杜如峰，是你识不识的？完全不识。好好，那就好，不要紧，跟着我做吧。你是 professional 嘛。搞乜鬼啊你？High five！ 你话你识嘅？哦，我又、這個、我又识咯。你梗系识啦。咁样系嘛？咁样咁样。咦，仲有一个噶？仲有一个系点啊？最高难度嗰个啊？好惊喎！点样啊？唔使惊，一齐做嘅。OK， 我教翻你啦，咁。你先啦。首先咁样先。系啊。揸个二字桥样嘛。系啊。然之后将只手咁样。仲有嘅咩？系啊。呢度点啊？右左，你个左手伸直。伸直。系啦，呢个叫做心形式。心形式。心。同自由式同埋蛙式蝶式之后，我哋有嗰个心形式。拍咗两集《佢同佢乐区》，终于都深深爱上咗。我知啊。元朗，快啲入嚟认识元朗，同佢 say 个 hi。 嗱，唔好话我唔介绍好嘢俾你啦。想喺元朗揾到啱自己嘅楼，记得揾连我咁尖尖嘅杜如峰都搞得掂嘅美联物业帮手。